这是我们团第一首歌，一首非常青涩的歌。对。最后一首歌叫做《你害怕被谁听见》，然后是我那时候18岁的时候，就觉得创作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。就表演或创作，其实都是把你内心很脆弱的一个部分摊出来给别人看。然后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觉得表达自己跟沟通真的是一件很棒、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今天很谢谢你们，你害怕被谁听见？谁看见？